这个我们拿一个 boss， 用三星拍的月亮才真实，用天文望远镜拍的月亮才真实。欢迎大家来我家啊！我掏出一个天文望远镜，我家有的。你确定你拍的是月亮吗？我也可以到你家楼下，或者你家隔壁的那个楼啊，啊，看看小巴萨在做什么。我那个望远镜看得很有意思的。小巴萨，你男友嘞？不带去一起直播吗？说到小巴萨啊，小巴萨还是特别好看的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就是衡量一个人好看不好看，其实就是有时候啊，像我是什么样的，我是每一个部分它都不好看，但是合起来就比较好看。所以小巴萨，你把你的嘴巴捂住，只看你的眼睛，只看你的眼睛。各位觉得小巴萨的眼睛，你靠近点，靠近点，搞住，啊，我自个来吧，自个来。好，微胖是疾病，小巴萨不胖的，小巴萨不胖，他只是看着特别可爱。小巴萨的眼睛，各位觉得怎么样？打一分啊，一到十分，打分，看不清吧？应该看不清吧？啊，看不清，我觉得应该看不清。不是，能看清的，能看清的，特别是视频看得很清楚，对吧？非常清楚。怎么眼睛太胖了？这个评价不行啊！你这个说的是啥呢？等一等，我们先看一下，现在是8:57啊。好，然后你别摘啊，哦，别摘，这是我们嘎了吗？哦，拿下了，好，拿下了，可以买次数了吗？买次数之前，我们先拿几个橙呀？去下面打两个，把这橙打了，三。哦，过不去，下面被打，这可以过去，过不去，啊，下面再被打，哦，对，下面再被打，啊，生命，把这个给锤了，啊，哦，这是，要不然你可以直接再走，不用锤，你直接走，往前走，哦，在这儿可以直接往前是吧？我好像个鸡呀、啊。然后你把眼镜，然后你把眼镜摘了，点走鸟了，我这个口罩好像个，好，我们把这个尘拿下啊，然后再往这边走，鸡嘴嘴一样，对，然后再把上面遮住。大家觉得小巴萨的嘴巴如何？哎呀，戴一下，然后再拿一个口罩，待会儿我们看看他鼻子如何。你们不打？这怎么看鼻子呀？6.6分，好。哎，现在啊，小巴萨，今天涂唇彩没？涂了一点点。然后现在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胡作非为了？我的目的是这个，大家有学会吗？对吧？是不是还可以啊？然后这边怎么那么多人？那么多人都过来啊！这些人有点嚣张啊！来把这些人宰了。他们在这儿消耗我们这些人的次数不太行啊！我们把这个城给刮了，给嘎了，对吧？下一个，小龙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这个艰巨的任务本来应该交给小龙的，奈何提前没有对这个剧本啊，可惜了啊！然后这儿再看一下，博哥又被谁海洋给锤了？哇 ，nice！ 看我们这。总要有一个采薇能够站出来，在关键时刻。那就算打不了多久了呀，感觉这对啊对啊，因为十二伏目前只有一个博哥啊，非常强，能撸我们好多人。其他的我们随便上一个采薇好像就没了。这么一个情况的话，只要这博哥次数都用完，然后他们小号全都用送完之后，这游戏就结束了。我们这个五级城就拿下了。那我是不是还有机会拿到这个榜一？哦，没有，因为这个城拿下之后就结算了啊。我们但是你次数没有，次数得买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我们每个人脸上都有个装饰物，现在先买，就你的最特殊。哦，小巴萨就是我装饰物呀，不是你头上那个最特殊。哦，这样子，来这儿看着，我们把这些人都嘎了，是吧？这梅花还行啊，能杀两个人呢。嗯，对，时间结束了，他这个9点钟之后就动不了了。然后你看，你去完了都排不了队，赶紧去啊！我还回去，咋？你应该直接回城的，那应该有啊。是，没关系，小事。这生命26个啊，这博哥看着我就头疼，是吧？但是博哥又可以杀回来了，我擦！博哥杀那么多人，博哥杀了海洋之后又杀了好多好多人，我们这真的比不了博哥，因为我们都没怎么杀人，我们都没怎么杀人。待会我们看一看，我们能杀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？29，我第28位，我擦！等一等看啊，这个就等着我们不停的复活，不停的杀人，不停的复活，不停的杀人。好啊，现在先做点别的啊，很多事情没做啊。对，我先打 VIP boss， 那里能排很久的，大家别着急啊。7万人民币不是4万人民币还是7里币？不是，是游戏里的4万，他会送一件这个斗铠啊。然后呢，游戏里8万的话会送2件。我今天搞过两个5万的，把 VIP 打了，然后魂灵抽了，神镜也要打了，神镜要打。神镜先不打，先升级。干人升到中级。今天中期他是中期多少级？我忘记了。十级。好。中期十级。叫红花干啥？这不会达到几点的，别着急。超级斗罗。脖子现在肯定是第一，他那个应该也领了。带我们看一下我们和他威望差了多少。这个中枢的话，就是所有人在我们这四个势力当中有一个排行榜啊，威望排行榜，第一名会得到一个好东西。我们现在是第9，别着急，因为我还没有满金的次数，买的话大概这个前4没有问题，但是前面这个
有问题，不一定能到。他们这个名也很强的，别着急。好，现在是什么时候到我啊？快了。40个人，我们35个人还有。啊，没关系，这个越来越多。这里人会越来越多的。各位，我小龙要不去群里艾特一下全体，有次数来送一送是吧？还会来，没关系，慢慢来吧。这里就是需要很多很多的人去消耗他们这个次数，把他的博哥次数消耗到这个。你要是七层把博哥打赢，你可以吃好多，可能吃47个人。哇，对，有可能，但是有可能也被冰妹锤回来，都有可能的。冰妹锤回来，你打不过你。我技能削弱，他都打不过吗？对，你刚刚不是七层，但我现在怎么是七层？完了，我刚刚在这杀了好多人，所以我是七层削弱，完了。还只有一个角色，瞬间就没。本来可以杀40个人的，我操，我头皮发麻，给博哥干了呀！我的天哪，哎呀，我这个。你看博哥瞬间杀那么多人，阴白鹿也死了，韩阳又来。这好像被加速了。好像变快了。你看快那么快。这中数打得好快啊。又没了。现在加速了，就不用打这么久了吧，就是怕打得太久。对，那冰妹你现在他要不要叫他冰妹的话，那他改个名字对吧，改个叫什么别的名字，我就不叫他冰妹了。别着急，他没有钱改名字，那我还叫他冰妹，不然我叫他什么。他有人有改名卡改不了。哦，这样子，他已经有改名卡了。哦，有改名卡都改不了啊！别着急啊，这消耗的好快啊！打好快，瞬间没了。这，我操，天！这人一直杀。别着急。皮然呢？等一等，他也在排队呢啊，罚站呢。他们53个人。别着急。那今晚打不了多久，不用了。对他这个速度非常的快，我们今天不可能打到12点了。他这个12点钟才重置这个次数，我们打不到12点就结束了，各位。但是其实有个很恶心的办法，可以，如果两边都商量好了，我们就是一个一个开战，对吧？因为开战也需要等时间的。你开战的时间，但只需要2秒钟，但是你打了，你等2分钟，你才哦，要等2秒钟就开战了。你这样一边赢了，还等2分钟。好，别着急，这博哥杀多少人啊？我的天！飘然来了，完了，飘然把这些人全都吃了。你没了。我吃不着人了呀！哎呀！这武器没打完，多少次？我们这边也没打完，对吗？你们这边武器谁也没打完？那你们这个很强啊！哇，海神和毁灭，红玉燕，这边也有好多人，来看一下。啊，没注意。这边啊，地心先抢了一手，地心先把这些人全都杀了。来，兵哥把他杀了。这地心这个有点离谱，然后这个没了。好，又到飘然了。那飘然就送了呀。飘然这个其实就是来消耗小号次数的。其实，哎呀，有点可惜。有飘然在，我呢？哎呀，其实到时候博哥把他杀了，然后呢，博哥有4次虚弱，然后再杀博哥，应该能干过，看一看，干不过也没有办法，他们57个人了，惨！你们玩斗罗的中枢什么时候见过啊？一边35，一边57，当然我们现在才9:06，中枢才刚刚开始，各位别着急啊，我去群里喊人啊，各位，我去群里喊人，就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好，现在我们是50个人了。赶紧上60个人，50对50，49对49，加油！看有没有卖好东西，别看了，这杀人杀那么快，这个游戏他没有，他是因为是卡牌游戏，他不可能说，哎，我两个人在放技能啊，很帅的，我在那对砍你。其实也有，我可以进去观看这个直播，但是他这个打得很快，我们不需要的。哎，刚才打那个城干嘛？不打那个城了，对吧？我不打这个城，我那直接把博哥给干了，我就能杀这些人了。应该是开始在打烈焰。哦，这里在这里掉角色了，对吧？不是掉角色，他是有可能掉，但是主要是有七能虚弱在那儿。我七能虚弱打博哥七能虚弱就没有办法，还有可能我也掉角色了，对吧？一区的吓死他了，什么鬼？要看我被打吗？别吧。估计11点结束，我猜啊。要不哎，这样吧，我们来打个赌，来小巴菜，你先你说一个时间，以半小时为基准，先是9:09。然后你就说9:30结束，10点结束，10:30结束，然后呢，我再说一个，然后小龙再说一个，对吧？我们不要重复，你就先说一个，你认为几钟能结束？我盲猜吗？对。然后惩罚是什么？惩罚是要当着大家的面剥这个生鸡蛋，剥坏了就再剥一个新的。谢谢你，对吧？生鸡蛋挑战，10点吧。苹果服怎么样玩？天使服，苹果怎么玩天使服？可以进我们群6001234，目前只有这么一个办法。如果是其他的安卓的手机啊，都可以右下角直接下载我们的小铃铛就可以了。如果是苹果用户啊，尊贵的灵动岛用户进群6001234。好，53个人打40个，因为他们被我们杀了很多人。哎，博哥又来了，好，能不能让我把这个博哥给杀了？哎，有机会。看一下，我4层，他4层虚弱，我没有虚弱，我能不能杀他？他3层，他4层，4层马上。
马上马上。蚁人呢？马上。来看一下。比赛战报。来，他猜十点，我猜十点半。不来，不来也得来。不来，那今天播不了。行，真播不了，真的。那就等一下就你就猜，你就猜。赢了。看一看吧。赢了。哦，哎呀，你这么不真不猜？你别先说出来，你可烦了，你别呀。我知道，但是你别先说出来嘛，等一等，对吧？我有些人他眼睛没有你那么好，对吧？这你看到他？你说几点？我说十点。他说十点，我说十点半。你说九点半。那肯定打点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十一点我也有点犹豫，十点半十一点，我想想，我就赌十点半，你就赌十一点，对吧？那行，好好，就看这个时间离哪个人最远，然后哪个人就输。啊，哪个最远？你还有这样子搞的？对啊。好过分的。啊，对，到时候就看嘛。啊，记住啊，十点、十点半、十一点啊，谁输了，下次来。我应该是下周二啊，下周二的。那一个阶段里播一个小时啊？不用不用，这个就是看你播不出来，这实在播不出来也问题也不大，对吧？好，失败了啊？怎么我就死了 啊？怎么我就嘎了？这怎么回事？被这个靓仔落泪给锤了？靓仔是四个四阶，我把兵哥哥好顶给锤了，然后应该是掉角色了，然后就被靓仔落泪给锤了，应该是比较巧，不然。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好，我们六十个人了，这儿先等等啊。这个中枢非常的精彩，但是我们先做点别的。不止十倍。不可能，也就七八倍我感觉。我们来算嘛，之前差不多十秒钟一个嘛。其实有时候有二十秒钟。那这种打这种小菜，就是你看。五秒钟一个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下一个，好吧。一。零。一。二。三。四。五。六。七秒，你要看这个名字切换的时候，你老是看他吞人的时候就开始算，我是从名字切换开始算，七秒钟，他没有十倍。你说十倍的话，那原先打七十秒吗？肯定不行的。但是海洋给大家杀了，不行，我们再数一个嘛。可能这个刚才这个战况比较激烈，等下一个名字变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其实是五秒钟，我是从一开始数的，这是五秒钟，打得快的是五秒钟，应该还有一些更菜的，对，有些只要三秒，是的，这个就很快。也没有到十倍，应该是六七倍的样子，确实感觉是加速了，比以前快很多了。啊，这我呢，排名第45位，好，等着吧，等着。靓仔四个字节问题不大，然后看我们吉祥又把他给宰了，你看我们吉祥又站出来了。哎，张晋哥哥又是谁？也是个彩位吗？不是，46曲是吧？这个我看的都入迷了，说实在的，我都没有来这买这东西。然后呢，把魂灵抽一下，每日都要抽的魂灵。哦，46曲的，我怪不得。他在说话，静哥哥也踩了啊，静哥哥也踩了，好的，那很强啊，这个是真的有意思，这怎么卡住了？嗯，对，不是我不抽给大家看，直播是 OK 的，这游戏已经卡到这种程度了，人太多了。再来，啊，出了一个冰天玄女，哎，那可以的，应该还升不了级吧？哎，可以升级了，刚好，但是问题不大，我马上就五套了。差两套，就差两套了，这都是比较接近的，对吧？把这些都开了，赌超级已经赌完了，各位，时间中枢这个奖励已经发了一个，但没有发完，其实是拿下这个六级城的一个奖励。好，36位啊，这地心又给他们涂了一遍，我操，地心也可以杀很多人。寒阳哥哥啊，正版寒阳这个是，我们这个盗版的寒阳能杀正版的寒阳吗？还要猜一下，虚的。哦，是这样子啊，可以的啊，这个嚣张还是有实力的。明天就能取名字吗？是后天才能取名字啊，应该是。还是60个人，还是40个人，虽然消耗了很多啊，博哥又要来反杀我们一遍了。这里这些人运气就不好啊，又遇到这个博哥了。其实这里这个第一站就是练一手的，很少能在这杀人，因为都是高战杀的人，然后对面的高战杀了我们这个高战，然后他又屠了一票的人。这个其实是大佬很爽的一个活动，还有11了是吧？好，11，又是11了，反正11怎么了？还有十亿，10亿占领。昨天嘴瓢，说自己十万的占领。OK OK， 哦，是这么个梗，懂了。我们把这点一下，盗版还养老虚了，缺你猫粮，嚣张那么过分的是吧？让他赶紧开下这空调是吧？再把这空调改一改啊！他说：“这不是已经改到16度了吗？还要怎么改？”我说：“反正不行，小花太觉得热了，对吧？赶紧改到17度，反正就不能让嚣张舒服，就得折磨他啊！”然后这儿其实也可以升一下，随便升啊。
差的还不少。这儿，哎呀，今天这个海神，哎呀，升不了攻速了，最后伤害加深了。也可以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很一般，攻速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，我是这样认为的。但是先给他升一下也问题不大，对吧？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说，谁说的好，谁说的不好。这个，就是我说这个攻速和这个东西很难去评判。如果有这个这两个都可以点，肯定点攻速划算。但是从这儿点的话，我可能要点50点才能给他加10点，知道吗？可能不止啊。你看这个得加了2点，然后就是10点。12点就是12点22 32 42 52，这得要花52点才能把它点10点攻速出来。这个52点可以直接加很多这个伤害加深，所以你说哪边更划算其实不好说的。搞支交觉醒，支交主要是靠收，我们平常打很少出来，收的话等一等，直播的时候我们就不收了，就我们直接派小龙去收了，他帮我们收很多材料，对吧？现在飘然又打了这个博哥啊 ，nice 啊，就看这博哥什么时候死完这个27、28次，应该他已经死了10次了，我感觉。我们得死快一点，好快啊！我们没有办法死快一点，我们就死了就送，死了就送，已经到极致了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兵哥好顶，能不能把这飘然揍了？求求你了！要飘然在这里被兵哥揍的话，我们就死下面一波。对对对，这能不能做到？求求你了，求求了！好，揍了啊，揍了 ，nice！ 飘然死了，太棒了！我从来没有那么着急的想，希望飘然会死。有没有彩薇？你看你，应该没有，这看不着啊，看不着，马上可以看。等一等，哎，好，而且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，这个博哥他们的话，现在他是最强的，之后我们材料也上去了，等我们有一套豆凯，他有三套豆凯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就没有那么强了，现在他是有两套豆凯，我们一套豆凯还不齐呢，我们特别特别菜。他月底又有三套了，哦，月底又有三套，没关系，等他5套之后啊，他这个就只能逐渐变弱，知道我意思对吧？反正我们就熬，就把他熬死了，对吧？他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子的。但是我也不确定，因为可能中材料的话，我们这个和以前的还不太一样。以前在别的服我们玩的话，我们能收很多材料，但是现在也收不了什么材料呀。那这样的话，他如果是充值，他这氪金的就划算，你知道吧？之前你直接去找别人买，你就不用氪金。别的服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呢，你换一次这个中枢，你就可以收很多新的材料出来。但是到了我们这儿，新的材料很难打出来，新材料很难打出来的话，那我们充值送的材料就特别的值钱。这样的话和他的差距其实很难弥补，需要花很久很久的时间，我们就玩到明年底，没有什么疑问啊，没有任何 question 啊，终于到我了啊，对吧？土岛六可以杀个多少人？我赌30啊，算不赌了是吧？看一看，开个竞猜，不可能，竞猜来不及，刚刚应该开一下的，对吧？一键挑战啊，一键挑战，一键抓抓抓抓，就是死，好，我这杀好快，2秒钟杀一个，靓仔啊，这个是吧？啊，好，反正他这个四阶有点猛，有点猛啊！像我们每次啊，每周都有这个看点，但每次都是失败，我都服了。好啊，我又是轻增虚弱，然后估计又不要被他屠了。你们崛起一下，哦 ，nice！ 我给他搞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新武魂是 SP 兔子是吧？反正有人说是这个刺客，管他呢。师母难道指的是小龙吗？我们今天这个直播标题写的是“三人行必有我师母”啊，现在感觉师娘，哎，师娘是这位没有错。看我们杀多少人呀？好，可以看一看。反正打标准，在成就吧。打标准，打标准。哦，好，看到了。交战200多次，交战胜利的是多少？260。260次，我们上一次是多少？应该只有没有200啊。190是吧？今天我们杀70个人了，加油加油。王土有号吗？我没有号，这个号是我的，这个最爱天使符的号是我的。感觉这海神毁灭也在打半天。哦，他们也在打吗？打了10多分钟。你看，这是天使符的魅力，你知道吗？天使，我觉得以后不要搞多几个中枢了，就搞这么4个中枢就可以了。后面的区就往这几个中枢靠。也不是不行。哦，也对也对啊，但是奖励翻倍嘛，翻10倍怎么样？拿我们当垫脚石吗？没有。那我瞎说的，所以是怎么？你看这些军团没什么用，你看这秒死啊，3秒钟死一个，对，你看这2秒钟一个，这就是材料号，说是要垫的，但是他们高战不太多，所以不太行。六级是谁拿了？六级我们一个，博哥他们一个，一边一个，哇，这就是土总的威力吗？啊，土总你好厉害，来握个手，土总太棒了啊！如何握女孩子手，大家学到没有？就管他呢，然后他一脸懵逼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然后他就把手伸过来了，对吧？你就是啊，来怎么找个理由，然后握一下手就可以了。完了，我不干净了呀！啊！我其他人我都没握过，就握过小巴菜，我擦！
我不纯洁了，我不是不干净，不是说你脏啊，我是说我不纯洁了，不纯洁了。我以前就做个样子，结果刚刚我那个没忍住，容易挨打呀。小龙，你不准打小报告，好吧？这个在街上，你先过去，容易挨打。他旁边如果是没什么人，就他一个人的话，那问题不大，啊、大了不理你嘛。你今天也活着上线，威望上线啊，博哥把我给嘎了。击杀上线了。加上线那没关系，也去凑个热闹。购买现在就开始逼货。对对对，就可以开始买，对吧？我们还可以花好多好多钱呢，还能再买13次。你看，这儿还能再买12次，这儿还有9次。我们加上现在这个，是多少？13+9=22，还有22次。现在这条命也加上啊，还有22次。这是22次够了。你看，还有63个人啊，好强。你看现在排行榜。排行榜来看一下，不行的。我们现在是D6，对吧？给各位算一下，我们买一次会给多少？500，买一次会给500的威望。然后呢，我们还能买12次，就是6000。6000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最爱天使附加6000是30800，差了他700。刚买了3次没刷新，还差3分钟才刷新。哦，但应该也搞不过他，我猜啊。还把重案全下了，我。别担心啊，送不了那么多就送不了那么多，反正我们拿这个也挺好的，对吧？这个为什么好呢？就是它是接下来这么6天都会增加50%，这样的话我们之后哪怕我杀的人没有博哥多，但是我只要送的次数差不多之后，以后我就能拿到威望榜1了，就是5级成6级成都有加成，他们就只有一个6级成加成，是这么回事，所以就我们就很厉害，非常厉害啊！之后我们这个可以拿榜1的啊，这个多亏了兄弟们，对吧？到时候一定要好好感谢大家，对吧？然后博哥。现在是杀了热爱全炮灰了啊！可惜，我看一下热爱打他的时候，哦，海洋也全炮灰了啊！海洋也全炮灰了吗？热爱全炮灰了，我们这个飘然又把人家给杀回去了。飘然确实是很强，当年飘然是有这么一句话，他说虽然他当时是在这个大兄的手下，但是他也看不过大兄的某些作为啊。当时我们和这个大兄还刚开始有分歧的时候啊，分歧还不是很多的时候，飘然就和我这样说的。他就说这个哪怕我不揍这个大兄，他以后也会另立门户去揍这个大兄的，是这么说的。这个人也是很有个性的啊。亮彩落绿把飘然给锤了，飘然不行啊，是吧？亮彩很强，对啊，对，这个东西就是说不准的，没有那么准啊。地心又把他给锤了，掉角色了。对对，应该是的。要是还地心又被还差的话，我们又可以杀了啊。我们杀了上线了，杀不杀无所谓，没关系。不有啊，直播间人数嘎嘎嘎的上涨，这不是有作用吗？是吧？海神帮忙呀，没次数了呀。小龙在上面，他说那个花落那个号啊，花落这儿已经没有什么次数了。他们是海神的人，你看海神毁灭57个人，海神这边只剩14个人了。哎呀，彭于晏好强啊！但是彭于晏被这个神鹰若风给杀了。追风是七里主播吗？他算是有合作主播，但是我们这儿说的七里招不招主播，是招这个全职的，像小巴菜这样来这儿，然后给他交社保、交五险一金这种啊，可能一金可能没有，反正就是这个招全职主播，然后呢，这个听公司指挥，是这样子的。浩家是哪个势力？是在右上角，他们是毁灭的。妄图什么时候开主阵？和各位说啊，我们慢慢悠悠的磨到这个累充50万再说，估计还要个3-4个月呢。因为你开主城，你要花，35000，直接就没了呀，对吧？因为他要100万钻嘛，35000就直接没了，这个代价很高的。等一等吧，签约类型的主播吗？其实我认为啊，不用签约，我不知道小巴菜有没有签约，你也不用告诉我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但是呢，我个人认为不用签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小巴菜他这个号都在这里，他如果走了，然后呢，他去别的地方也没有斗罗可以玩，对吧？他其实不用签约的。但一般来说，签约就是，你签了以后，他其实，可能大家被坑多了嘛。很多人是签了一个约之后想解约，发现要直接就要赔好多好多钱，赔好几十万呢。所以虽然七里肯定不会这样做，但是一般来说，我认为没有签约的必要。你就当一个公司的员工，就像是我招一个这个其他的员工是一样的。我给你工资，你帮我干活，听公司指挥，公司待你不错的话，你也没有必要去跳槽，对吧？是这么一个回事。月底拉限时吗？月底如果有限时的话，我还真得拉，至少得要拉40000。但是如果大家右下角下载这个七里游戏下载的多啊，如果玩的比较，如果一起和我们玩游戏的话，我可以考虑充个8万，因为现在正是需要用人的时候啊，用豆凯的时候啊。趴菜来4399游戏也很多，是吧？但是4399给不给趴菜玩这些游戏呢？对吧？是4399出钱请趴菜玩，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？因为做我们这一行，其实最厉害的点在于什么？不在于我擦。
靖哥哥又杀了好多人，我们这竟然有76个人了，好强。做我们这一行最大的门槛不是说有一个妄图这样的主播，虽然妄图这样主播确实还是比较不错的，但是门槛在于氪金的这个钱从哪里来，对吧？你如果能把这个事情解决了，那就没有问题。氪金的钱不会平白无故的出来，你一定是有能够去有什么样的收入去支撑的。如果你做这个游戏你赚不着这么多钱，那公司为什么要给你花钱氪这个游戏，对吧？没有必要的。别的厂商，别的很多的游戏平台，他照样也希望说是能够来搞一搞，对吧？能够搞几个像七里这样的主播，把这个服务做得风生水起，不香嘛，对吧？都看在眼里的，都知道这个坚持服务确实还是赚一些钱的，但是呢他们搞不了，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不仅是说要花钱啊，也有一些门槛的，比如说七里已经把这些抖落主播都会招到囊中了，这时候你要再搞这个主播可能就没有几个抖落主播供你用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好，博哥进来三个人啊，三四五六七，哎，刚好到我们的时候就是技能虚弱啊，我们就把它给搞了 ，nice， 看看我们能不能上这个100个人啊，100个人，刚好七层，能的，对啊，等一等，他们这儿你看人数的优势一下就能看到呢，博哥要乱杀，一会儿他杀了我，他就杀70个人吗？不至于吧，应该不至于那么惨，虽然他应该是排到50几啊，啊，人家七层虚弱，我没有干过，不行，我要去拉特训了。哦，哇，这77位，完了！哎呀，给人垫了一手。我们看一下嘛，我去看一下他有没有掉角色。你但凡他掉两个角色也可以吧？博哥啊，没有掉角色，我这太菜了。所以我们还是得。啊，对，你先把等级试一下。好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可以先等一等。但是其实，我在这儿为什么要一直播放呢？其实也是给这里这80个人。一个曝光的机会，你能看到我们也上电视了，对吧？也出来了，也一起揍人了，对吧？一起战斗，并肩战斗过，有这么一个成就感，是这么个意思。不是说我着急就得要把这个先给做了。今天的话，其实，5点前都可以，对吧？都可以找回。起伏的话，应该也是5点。有人说大熊现在好菜，图图现在还打大熊吗？图图现在也打的，但是我平常如果说我在烈焰遇到他就灰溜溜就走了，他不和我打，所以我平常也不怎么去欺负他，因为他也不给这个机会嘛。中枢怎么样玩很懵，没关系，慢慢的研究，需要点时间，慢慢来。这儿我们到不了80人了吧？这博哥又给我们涂下来了，又给我们涂下来了。等等，大熊现在啥都不是。哎呀，你就说好说歹说，他也是个采薇，大家都觉得采薇啥都不是。你们飘了呀？你们飘了。这博哥今天能杀到上1000人，就是本周，我觉得应该轻轻松松，应该是我们都轻松上了300多了吧？300人，294。他的话是杀的人比我们多很多，主要是他前面，周二和周四杀了不少人，我们是没有杀那么多人的。他只要在，他就一直在杀人，他再也不在行了。来说句话，他并不想说话，我戳了一下他也不笑一下。等一等，他现在有点虚，让他休息一下啊。你在此地别动，我去给你买个橘子啊，橘子买到了，给。哎，我这儿还有一根虫草呀！这个不给你吃了，可以生吃，真的可以生吃。我不吃，你要嚼碎了，把它嚼碎吃，100多块一根呢。我不要 ，really， 我不要。这个就是因为富婆这个看到我这个受伤了，所以他就给我搞了一点虫草啊，然后这是最后一根了，我分你一点吧，让你尝尝这个味道。我不要，你先吃。那我吃这个，对吧？有人说贷款主播不会打游戏，多一个，欢迎你常来看我们这个直播，热烈欢迎。我确实不会，全靠小龙。我就是陪衬啊，对吧？这游戏怎么玩我确实不太懂，希望直播间各位能多多教我，对吧？小兵能放没用，他是实力，我是在这吹牛，这个我负责吹牛，小龙负责玩，小白菜负责逗我笑，对吧？你知道我在睡觉。他在睡觉吗？哎，那送你一个橘子啊，有事情做啊，不至于睡着，是吧？好，飘然又把博哥给杀了，完了，现在这主角是飘然了呀，我们没什么存在感，怎么回事？和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如果说你们也遇到这样情况，什么账号存在安全隐患，这个是你玩过他这个官服，他们是想一起来天使服来不了，为什么？其实这个就是你在官服玩过，他不想让你来这个折扣服，因为如果你可以来回切换的话，那他就有很多厂商，因为斗罗有很多厂商嘛 ，A 处这个游戏有很多厂商，他们就去官服洗人，把这些人都叫去玩这个折扣服，那些玩家不知道有折扣的，就官服好不容易花了50-60块钱叫了一个玩家过来，因为他发很多广告嘛，平均可能花50-60块钱才叫了一个玩家进来玩，然后呢那个玩家就被洗走了，就洗去这个折扣服，那官方肯定就很亏，所以他们就出此下策，就是限制你官服的玩家。但是这个也有破解的办法，一种是把你手机重置了啊，这个东西我试过。
另外一种是你需要换一个手机，或者说你买一个二手的这个安卓，500块钱就可以了。反正躲到这游戏门槛很低的，它就是一个网页的，类似于网页的游戏吧，网页的游戏吧，对吧？很简单的。换蜘蛛确实变菜，但是说实话，有一说一啊，我还记得在我们换蜘蛛之前就比较菜了。那个就是之前一段时间，我们和博哥打，我们还经常能打赢，对吧？直接打一把就把他杀了。那一段时间也有过，但是呢，后面突然间这个碟就有点菜了。这个其实也是量变产生质变嘛。突然间这个很多弹药出来之后，我们确实跟不上人家这个资源了，差了一点点。那时候小龙是希望说是换一下蜘蛛试一试，但是换这个蜘蛛又需要这个大奖，小龙又没有把大奖给这个蜘蛛，他还是给了这个老虎、枪、海神这三个。没有给蜘蛛资源，只是蜘蛛有很高的一个虚战，这样的情况下，蜘蛛确实发挥不出来，它很容易死，就不太强。脖子哥两套的五字都开，他三套了，马上三套了。我觉得很奇怪哦，也不奇怪，还是这个厉害啊，还是这个技能虚弱厉害啊，还是这个厉害。哎，海洋又打回来了，海洋，我操，又杀了那么多人，海洋把飘然给杀了，这个终究会是这样的。你现在海洋差的高吗？现在我跟你买满了。对对，他应该买满了。兵哥第一，那我们有机会第一啊！我差2000就到了呀。对啊，怎么回事？他是没有买满吗？可周二、周四的时候可能没有买满。没有，他买满了，我看着他比我们多600。OK OK。而且刚刚你又输了一次平衡洞，200。那他们怎么回事？很奇怪，他是收土的，还挺好。图图这番解释让我对你刮目相看。我刚解释啥了？就是打不过的，其实为啥打不过了？现在就蜘蛛费，换蜘蛛费，蜘蛛不费，蜘蛛需要大奖。啊、很久之前我就和大家 说的，蜘蛛就要肉，它肉起来的时候它也有输出，它就是这么一个角色。但是我们这个蜘蛛就是小龙没有把大奖给这个蜘蛛，资源太匮乏了。如果说什么叫做资源够，就是同样的一个这个大奖，你给了别人，你还有多的，再给蜘蛛一套，那这就叫资源充足，就可以给蜘蛛养起来了。这个蜘蛛以前强现在不强，有人是这样说的，但是应该也还是可以用的。比如说现在版本不一样是吧，问题也不大。然后蜘蛛是最费资源的，事实特别费资源。但是这个老虎现在我觉得更费资源，老虎应该是最费资源的。然后海神和枪也很费，主要是有枪了以后你这个资源给谁，大家都不肉了，肉不了再肉都会被枪说死。是这样子吗？以前的话是没有枪打不死，好肉的话现在是好。这地心又蝶神出来了，我靠、哦！你看，蝶神把寒阳给戳了，村夫把蝶神给杀了，村夫也是13，好，然后地心又把他们给屠了，哇，可以的，靖哥哥，我是荣二啊，靖哥哥，然后这边这个地心又终于能杀爽了，地心之前一直没有杀爽，终于轮到他杀爽了，我们这又是70个人了，对面又是50人，完了，今天不会是小龙赢吧？没有，他们应该小号非常的多。小号非常非常的多，有个弃权，有完了，你悬了呀，大哥。反正小八还是必输的，不是说相隔时间最久吗？对对，如果我们今天到10:30之后，那就是小八在输。那我选12，你换。你不能换了，我换了，不能换了，我换了。都这样了，你还能换？不能换了。不行，我换了。你给个机会，你到时候先播一个这个机会再说。没关系，下次以后还有机会的，对吧？没关系，看见那么多人来打决斗到天亮，博哥有4张大脑图纸了，是吧？那祝他开一个这个雷属性的，哦对对对，反正就不要开他那个是什么，是水啊，不要开水的就行啊，无所谓是吧？其实大脑这秘法其实问题也不大，中枢的话不仅仅是有多开，中枢其他东西也很重要。然后呢，有其他东西就是其他的一些中枢装备，我给大家看啊，我是马上快出来了，靓仔落泪，好，我再把它锤了，给大家说啊，博哥现在为什么这个豆凯很强，为什么还不够厉害？因为豆凯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。这本源是不是可以觉醒？本源也是，你可以觉醒一个。来，你来。今天这个大奖其实买了，是在哪儿可以开？没买啊。今天这个周末的那个已经买了。觉醒那个有质的，带质的。好，觉醒一个。好，这个27万，这个加个技能。好，加了一个什么技能？释放魂力进入这个状态，召唤。我没见过这种。好，管他呢，反正无所谓。是新出的。好，来，再把这个给上了。先给老婆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些东西。他光上一个也没有什么作用啊，当然上了也很强了，最重要是要把它升，用我们刚才这个进阶材料去给它进阶，进阶之后它能加很多很多属性，进阶到最高级才能加非常棒的属性，所以就博哥现在也不是很强，但是他慢慢的收的材料比我们猛，他之后还会比现在还要强，我和他差距还会再拉开，我突然想到是这一点，因为他收材料收的太夸张了。熊你要稍微加一点点油，我们这个那么少吗？再少吗？这比一般这也太惨了。哎，还有个左腿，不错不错。
啊，这个就是生虫，生虫应该没啥用。这个强化啊，生虫有用，强化没什么用。生虫就是升阶啊，地狱干啥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马上我们过去啊。搞竞技游戏，搞竞技游戏不要养成的是吧？我们这些都要不要先把这起面机做一下？嗯，可以做，但是主要是先看一下这个，对吧？时刻关注这个战场的状况。博哥啊，哎呀，马上博哥四级。五级虚弱，五层，好，观看。好，小龙，你现在就不知道赢了还是没有，对吧？现在就不知道了。我知道，来看一下。哦，博哥中期了，我们现在去升个级，搞到中期就不被压制了呀，不然被压制很惨的。压制也算是一个大技能了。大爷都告诉你们，哎呀，你们做个人吧。啊，没了。对，突然间他就赢了，完了，龙源也很猛是吧？好，等一等，是能杀一个角色吗？我这枪，找一个给他戳了呀！哎呀，哎，不行，没有存在感，这等限定充，等现实来了充值吧，各位。啊，不是，我复活，恢复，对吧？不行，我们就把这个买一买，再看看这个威望。哦，兵哥还能再搞，兵哥好猛。兵哥还能再搞，我们也是，我知道，还可以的，还可以的，不要急。博哥也是四个四级，是的，别着急。今天说不定能拿个第一呢，说不定我们能拿个中数第一，说不定排六十七位。好，先来升级，升级起源直接起嘛。我们先看一下，先起源只能升个二十级。升级是在哪升的，大哥？我忘记了。就下面啊，就和以前一样。啊，在这儿。先别打，是半神中期时间，那还早，那我们先打呗，先找一次四。对。试试，这找不回来了。那没你，你想要？还有把它换单背。嗯，知道。好，我们就打四次啊。那待会儿我再给大家一个镜头啊，这是我们打左边的对吧？打四次，你打疯了是吧？你很强。我们这个如果没有你，我们就干不过博哥啊。有了飘然，我们才能干得过。其实也说不定，如果发现寒阳什么，或者我们运气好，也可以把这个博哥杀一次。反正这个飘然确实现在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这个作用。赶紧打钱，对吧？赶紧送礼物，飘然，说你那么多好话了，哎，这不要钱的，是吧？我们收费可不便宜啊，能不能资助我们一个 W 也行，我们充个十万，对吧？飘然资助我们一个 W， 我们就充十万，怎么样？各位，你们觉得这个提议好吗？说到做到，最多不能超过五万啊，太多确实我也没有那么多钱，我其实还得要去找这个老板，博哥自己的号打自己，其实不是，是他那号卖掉了，刚好有个很牛掰的大佬。接手，慢慢就有强了。右腿，等一等，各位给点时间啊，这要打好多关。这儿要升级，直接升三十，升啊！啊，我们这应该够了呀。哦，不够，差了一点点，160万、170万，他就应该是最后才会给，对吧？是八层中率。不是，我说等级三十，经验他打完就给了。对，打28层，谢谢飘然送的30个人机票，谢谢。拼不过的博哥有两套五字，前排能站得住，但是我们有一个神奇的飘然，他能够神奇的把这个博哥给杀了，对吧？但是前提是有这个七层虚弱，别着急。秘法现在在中枢材料里面算最菜的是吧？但是我们怕什么？怕这个绝版。现在都改绝版之后，秘法有可能绝版，但是这个不确定。他们说很久了，但是一直也没有绝版，到时候看呗。飘然可以尝试一下成为我们这个天使衣服的第一个主臣，不然我迟早要当这个天使衣服的主臣。你们等着吧，是吧？不开加速吗？这个电脑开不了。嚣张的一个电脑，它也可以开的，但是我这加录制直播这些会搞崩其他软件的，不太行。我这电脑比较菜，要绝版的话会很早就说了，是吧？好的。没关系，因为这游戏已经到末期了，他要现在再搞这个绝版意义就不大了，他前期弄那个绝版是有意义的。好，先去看中枢啊，各位，中枢第一重要。还没到我吗？30位的啊，飘然这又败给博哥了，然后博哥又要屠30个，没关系，很快就到我了，别着急，我们也要快被屠了，赶紧升级啊，赶紧突破半神中期突破，这个就不会有压制了，对吧？这个威压的话，你看，对前期造成10的额外伤害，受到其攻击减少10，所以我们这个和博哥差距
就这里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差距啊，哦、是就能够有20%的差距，所以显示我们很菜，别着急，他让了我们一手，所以这限时什么时候出啊？赶紧出这个限时，我迫不及待了，下面再升就得要升10级，但是升不到了，今天肯定升不到，各位我们再赶紧打吧，今天确实要做的事情还比较多，我们这个、还有一些小的事情要做。那我好，你先走吧。我先干饭、对，然后呢，周二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以后啊，每周末，其实是周六的时候播的时间久，周日播的时间很短的，然后呢，周二、周四、周六的时候，欢迎小巴菜经常来我们这儿，因为也比较热闹。如果有活动的话，我们也等着你。对，啊，对对对，炸盒的话，炸盒再考虑一下吧，对吧？我们私下再商量一下，对吧？好，拜拜，谢谢巴菜，拜拜，好。